咁啊，亦都要即係講翻少少啦。聽日星期五啊，十一號咁啊，就係即係重陽節啦。重陽節就冇節目嘅，不過啊，麥鋪頭就照樣十五户啊，佢哋會喺度即係開門啦，由11:00做到5:00。咁啊，同埋即係頭先想播一段聲帶咧，麥啤你叫我播嘅。咁啊，就係即係關於啲產品。咁啊，頭先播唔到唔緊要，我諗到啦，可以咁樣啦。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啤你，而家。我身在名古屋，啱啱同老婆食完饭，好捻 happy。嗱，今日我录一段声音咧，就唔喺度晒命，系想同大家讲下，由听日即系呢个10月11日开始，我哋关于呢、這个星龙王嘅优惠啊。咁啊啊，听日开始咧，我哋星龙王咧就应该系每一次回复580蚊嘅，但系今日咧啊，供应商啊 Wicker L 就 WhatsApp 我。我哋公司咧就覺得咧，即係啤利哥好幫手，啤利哥啲網友更加幫手，所以咧就會將呢一個優惠咧獨家優惠咧就 extend。咁但係正如我上早兩個禮拜前同大家講過啦，因為我以我屋企人嚟作毒誓講到咁盡，如果我唔買翻580蚊嘅，咁我用乜嘢中伏啊？所以咧嗱，由聽日開始10月11日，由於我要應翻呢一個諾言啊，咁我就。正神水的星龙王就会每次是买580蚊，但是亦都因为供应商的热情厚爱继续支持我们，我亦都想大家网友呢可以得到一个优惠的价钱，所以呢只要买两支或以上的星龙王呢，每支是仍然维持350蚊的。当然有个条件限制的啦，我讲多次，即是说由听日开始直至另行通知，买一支星龙王的580蚊，两支几钱啊？700蚊，即是平均350蚊，三支几钱啊？1050，平均350蚊，如此类推，买到100支都是350蚊乘100，只要买一支咧就系580蚊啦。OK， 咁但系要买350蚊呢个优惠价，即系买两支或以上的星龙王咧，都系有个条件限制，系乜嘢呢？就同过往一样啦，求其买乜都好啦，买200蚊嘅产品。咁即系话，如果听日你哋上嚟买一支星龙王要带几多钱啊？580蚊可以啦。如果你買兩星龍王，你要買幾多錢啊？你唔係帶700蚊咯，係帶900蚊，因為你要買多200蚊嘢啊嘛，清唔清楚？咁如果要買100支星龍王咧，咁100支星龍王咪要帶35200蚊咯，啊，自己計掂條數啦。咁我下禮拜四就會翻嚟香港噶啦，希望大家各位老闆玩得開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拜拜。好咁啊，大家都清楚啦。咁啊，就關原來星龍王啦，咁啊原本即係都要加㗎，咁啊佢照加咁啊580啊。不過咁買兩支開始就變翻350啊一支，不過咁有條件嘅，咁啊就先買咗200蚊嘢，或者你買咁啊免神又好，咁啊買下嗰啲咁啊即係咁啊嗰啲油壓比啊，咁啊買下嗰啲咁啊馮美士啊，咁啊夠200蚊就 OK 啦。